今天我们讲一下加拿大安省劳伦森大学的 MBA 项目。首先我们用六个字来概括它的重点，毕业就能拿 PR。 这是多资处与劳伦森大学合作的项目，这个项目的课时很短，只需要16个月。如果你有商科的背景和工作经验的话，是可以豁免一部分的学分，而且最快12个月就可以毕业。而且录取门槛相对较低，只要你有本科学历，不需要找导师，也不需要工作经验，雅思 6.5 就可以， GPA 达到 B 就行。如果你已经有6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话，并且本科成绩高于 80%， 可以免去 GMAT 考试。毕业之后，毕业生可直接走安省硕士省提名类别。而在硕士的 EOI 打分系统中，得分情况如下：语言5分，工签10分，学科6分，雅思4分，加拿大教育经历5分。由于学校在安省北部加10分，硕士学位加8分，即使你毕业没有找工作，就已经稳稳地拿到48分了，所以毕业即移民不是梦。